唔單止係傷害人身，甚至乎係製造非人化嘅恐懼環境。當警察援助級協會嘅主席同埋一啲親政府嘅立法會議員多番指責我哋示威者係曱甴嘅時候，令到香港人同埋呢個國際社會勾起咗一啲對種族屠殺嘅慘痛回憶，例如納粹德國指控猶太人係老鼠，盧旺達大屠殺嘅時候，胡圖族政府稱呢一個圖西族族人咧為曱甴。香港在國際社會的文明形象正在被香港警隊逐步地去破壞。當警方的高層無視香港市民的權利和尊嚴，警察濫暴濫權，只會塗添市民對前線警務人員的憤恨。